有够大心的人免怨叹，误会拢是爱情的坎站。就是每一次如果要发唱片的时候，我都会做一个比较激进的方式，就是枫糖浆七天的这个断食，我只能喝枫糖，然后加柠檬，然后加一点点胡椒，然后和在一起，然后有一点喝起来那种感觉，有点像柠檬红茶的感觉。他们要拍 MV 啊，拍照啊，可能有一点帮助，就是那个成效还不错，但是就是会很辛苦。最疗愈我的一样食物是和牛，日本和牛，和牛就是会很嫩。入口即化的那种肉汁会是锁在那个肉里面的，最爱去日本玩，所以当吃到和牛的时候，就觉得整个人的心情是放松的。我的柔道恩师吴玉栋老师，我在练柔道的过程当中，我体会到人生是从被摔，然后才会有机会去摔倒别人。就是说人生有很多体会是慢慢的一层一层的不断的蜕变，然后才会变成真正的自己。卤肉饭，我妈妈会做，她就说你卤肉哦，就是肉呢加一点冰糖，加一点酱油，加一点酒，米酒去卤出来的东西就会很好吃。就好像老师在教我柔道的一个过程当中，很直接的一个动作就可以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威力。如果真正要做的话，我会愿意去尝试做这件事情，然后献给我的恩师吃这顿卤肉饭。Oh yeah. 谁来晚餐？